Sam is always cool and calm. Yes, give him a shout. He'll be there to help you out. So move aside, make way. Fireman Sam, just gonna save the day. Fireman Sam, just wait to call. Sam is the hero next door. Norman， 你好啊，詹姆斯，你的模型飞机好酷啊！哦，是啊，我马上就要放飞它。我能一起去吗？当然，你可以跟我去码头看我遥控它。你知道吗？我对模型飞机可是非常精通的。真的吗？哦，佩妮，你搬假人来干嘛？我们今天训练要用它呀。是的，艾维斯，今天我们要进行高塔救援训练。你们不会是要把假人放在高塔上吧？你说对了，艾维斯。但我们怎么爬到那么高的地方救他呢？汤姆会开直升机来帮咱们的。那可太棒了！加油啊，詹姆斯，来个翻筋斗吧！不行，诺曼，我不能让他做这么危险的动作。一点也不危险，这叫特技。给我，让我来一把。不行。如果你当我是朋友，就让我来一把。那你就来玩一小把吧，千万要小心。我当然会很小心，我做事一向很小心。是吗？我怎么没听说呀？好了，让我来给你看看该怎么玩模型飞机。嘀嘀嘟，嘀嘀嘟，嘀嘀。什么东西？谁把灯关了？你看见了吗？看见了，但是停下吧。好吧，给你玩吧，詹姆斯，你来吧。现在让你瞧瞧我的，诺曼。你可要小心操控你的飞机呀！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对不起，斯蒂尔站长。你让我的午餐泡汤了。真对不起。够了，小伙子，我再也不许你在平安镇玩这架模型飞机了。瞧你干的好事儿，我连飞机都玩不成了。但是斯蒂尔镇长只是说你不能在平安镇里玩模型飞机呀。所以呢？所以只要我们到平安镇外面去，就可以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了。我不太确定。我理解，你也许已经不想再玩了。我想玩。很好，那我们去平安山吧。哈哈。山姆，我想我还没有准备好。艾维斯在做高塔训练呢，好样的。别担心，艾维斯，你能行的。是啊，你只需要对汤姆竖起大拇指，你就没事了。什么？就像这样吗？真高啊！你就不能让它飞得更刺激一点吗？我都快晕了。我就喜欢这么飞。你可以做几个特技呀，让我给你做示范。嗨，看这个。哦，瞧你干的好事儿。不应该发生这种事儿。太对了，我的飞机怎么办呀？别担心，我们可以爬上去拿下来。不行，诺曼，那些树枝太高了。我们用这些就行。如果我们把这些木头堆得足够高，我们就能踩着它们够到树枝了。你确定这安全吗？安全，不然你怎么才能把飞机够下来呢？不是太稳呀。我上去帮你吧。地面太高了，都怪我信了你的话，诺曼。
Elvis， 如果你不看的话，你就救不了假人。把手从眼睛上移开， Elvis， 你的样子很可笑。我现在只想下去。救命！救命呀！没用的，汤姆不在高山救援中心里，我看见他的直升机在消防站上空。我知道。我有主意了。不，诺曼，你的主意我已经听够了，这次要按我的主意做。那你快点啊，我的胳膊快断了。我要用模型飞机把救援信送到平安镇去。但是你已经被禁止在平安镇玩模型飞机了。这是紧急情况，诺曼。救命啊，让我下来，我再也不想跳在空中了。咱们该怎么办？紧急情况就要采取紧急措施。艾尔维斯，想想假人吧，他还在等着你去救他呢。假人？当然，我怎么能把他忘了呢？好了，山姆，艾尔维斯前来救援。我来了，假人。慢一点，那是什么？有意外情况。又是詹姆斯的模型飞机。好了，山姆，没事了，家人，我会确保你的安全。走开。抓到了。这儿有张纸条。我的天哪，詹姆斯和诺曼被困在树上了。艾尔维斯，最好让汤姆赶紧放你下来。佩妮，你留守消防站，我想亲自把詹姆斯的模型飞机还给他。我坚持不住了。你必须坚持。哦，看哪，万岁！坚持住，诺曼。咱们要像救假人一样救他们吗？用不着，艾尔维斯，先抓紧救下诺曼，然后是詹姆斯。你准备弹簧床，我去拿救生梯。没问题，山姆。快点，我坚持不了多久了。放手吧，诺曼，会接住你的。挺好玩的。保持冷静，詹姆斯，我马上救你下去。谢谢你，山姆。我想这应该是你的，詹姆斯。是的。好吧，鉴于你这次合理的使用了它，我就不对此追究了啊。谢谢你，斯蒂尔站长。没关系，你明明知道在平安镇玩飞机会惹麻烦，你还这样做，说明你是一个勇敢的孩子。而且你是个王牌飞行员，都快赶上我了，就像我吓着斯蒂尔站长。哈哈，我早该料到。我只是在教詹姆斯怎么飞而已。得了，你才不是呢。好了，看来只有一个办法了。詹姆斯，把遥控器给我。都怪你，诺曼，我的飞机被没收了。不，詹姆斯，现在让高手来给你们俩看看真正的飞行特技。好的，飞回我这儿来。好的，好的，再转个圈儿。